送你 Q 出嚟。这样子把它处理掉，就不会再有人再继续这样子可能来，然后就给他上香。有时候是礼貌来看到给他上香，结果就反而让那个灵体在这边受一些香火。所以他这个算是游走在这边的灵，难免。重点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因为感觉那个都也是有年代的东西了，应该是有特地带。是目的不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在这里？对啊。因为那些东西，如果眼尖的观众应该知道，那个像不像是现在在一些金香店啊、纸铺店那种会看到的款式，都蛮久的了。还有那个杯子也是啊，可是竟然会在这个地方，代表应该被摆放在这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一个玉女啊，金童玉女这种玉女。它其实都一直是这样子的版型，所以有可能是这个近期被带来，但是那些东西看起来就很久了，尤其是那些佛经什么的，其实都蛮久了。哇，这是谁搞的？最近这样的东西一直密集的出现在荧光幕前面，难免就会有人想要效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或者是后果是什么？你像这种孤魂野鬼，让他们这边待久了，最后要是这个地方改建还是干嘛，这个地方一定不安宁。因为就是被人家乱搞过。对啊，我们曾经都有听过一些乡野奇谈或者是一些案例，他们都说，好几任屋主住同样的一栋屋子。那为什么这栋屋子每一任屋主住都不安宁？对啊。有可能是被人家逼，我用逼鬼。这所谓的逼鬼，可能是破坏风水，可能是破坏地气。那你像这样子随便乱拜，无形间就是在破坏这个地方的地气啊。对啊。我们再去楼下看看还有没有。奇怪，是我眼花吗？我刚才怎么看到外面好像什么东西飘了一下？观众给我们的这个资讯我们已经有找到，接下来我们稍微带大家到楼下看一下。这个不是那个神桌上面的灯头吗？怎么在这里？这里有一个，这是怎样啊？这边有一个，那上面有一个，啊，我记得了，他们其他探险者来，好像
有那个很像玻璃的东西掉下来，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为什么这一层是用这个，然后上面那一层是用纸写的？这上面是加盖的吗？怎么连这间也锁起来？他这边有的门都锁起来，然后有的是这样子打开，蛮奇怪的。你看这个中控台，对啊，非常有历史。它这一层也是，你看，然后从下面，哎，这里有一个平安符被丢在地上，你看这个门，有没有像那种我们爸妈那个年代饭店才会有的那种？差不多。对啊。应该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嗯。为什么会有客房的椅子在这里？对啊。好奇怪，打不开。那间窗户是有打开吗？嗯。我想说，它怎么窗帘在动？风吹的，哎，鬼哥，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一层的那个天花板比较高了？对，就感觉它楼上是不是有点算那种后来加盖的？楼上的感觉很紧凑。对啊。哦啊，这一间这个布置也是现在的那种饭店不会看到。那这里还做一个拱门，这是什么？浴室。感觉这边的规比较有规划感，没有像楼上那么紧凑。嗯。楼上就好像比较干净。哦，没事，还以为什么警报哎，那是消防车。跟各位说明一下，哦，好像附近有什么事情。嗯。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会来这里啊，其实真的是因为有观众希望我们来。不然其实像这样子的饭店
它虽然很大的一个那种废弃建筑，可是走在里面其实就很像在逛街一样，因为每一间几乎都一间一间的，然后就是差不多啦，就是长得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啊。对啊，所以其实除了楼上那边它有特别被拜，然后除此之外，它其实楼下我自己是感觉身体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有什么起鸡皮疙瘩还是不舒服的。我靠，这什么鬼啊？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已经不正常了。等下，我把夜视关掉。不过这个东西，这个年代，这是什么？这个是冰凿。干嘛的？就是他们一般在制冰厂，或者是运送货物的那种市场，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嗯。就是在勾那些箱子。哦。或是勾冰块用的。嗯。或是破冰。可是这里出现这个就怪怪的。对啊，而且上面锈迹斑斑。这很正常，这一用大概就会像这样子。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不是特别被布置的，就是它可能本来就在这里啊。对啊，可是为什么这饭店会有这东西？嗯。差不多，其实走两层，刚才一层，这里一层，其实就感觉差不多。几乎都长得一样。